西元1669年十月的这一天，16岁的康熙皇帝沐浴更衣，穿上隆重的朝服，率领着文武百官，组成了一支浩大的祭奠队伍，庄严而肃穆地走出紫禁城，来到了距离紫禁城外约5公里处的北京西郊一个草木葱茏的地方。在绿荫的掩映中，有一方看上去既不奢华也不堂皇的墓地。以这个墓地所处的位置和规格来看，葬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康熙皇帝那些显要的祖先。那么常年在这个墓穴里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康熙皇帝如此隆重的祭奠？他的生前经历种种又有多少与这个帝国相关？西元1618年4月16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万物复苏的春天，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季风刚刚兴起，吹满了风帆。这天，里斯本码头上有3艘满载传教士的航船一起起航，奔赴印度、日本和中国。22名发愿到中国去的耶稣会士踏上了其中一艘名为耶稣善心号的甲板。德国青年亚当沙尔是这趟航程最早的报名者。亚当沙尔眺望着海平面一直延伸的方向，那是他心心相念的神秘中国的方向。此时此刻，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在亚当沙尔的心头激荡。Father Trigger,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great opportunity. My dear Father Shao, you have been chosen because of your diligence and your exceptional talents. I promise to spend my life serving the people of China.是的，亚当沙尔的才华和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即便他才年仅26岁，却已是罗马灵采研究院的院士，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力学以及天文学，而这也是罗马耶稣会选派他前往中国担当传播天主教重任的原因所在。当时耶稣会走的路线就是一个科学的路线，他要通过科学来证明上帝的荣耀，说所有加入耶稣会的人都不是平庸之辈，那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出来的，那都是人上人的。1592年，亚当沙尔出生在距离科隆不远的吕福滕贝格城堡，沙尔家族的故居迄今保存完好。曾经担任过德国亚当沙尔研究会会长的泰森先生，一生都在搜集沙尔的资料，并向所有想知道沙尔故事的人讲述这一切。You see the corner where Adam Schaar was born.And you know that? That's the school. The former school. The facade of the school where Adam Schaar studied. And then he studied
not only theology, but also techniques, astronomy, told so many fantastic things about China that Adam Shah decided, I will go there. 当亚当·沙尔得知自己被从数百个报名者中选拔出来，派往中国传播福音的时候，这个26岁的德国神父的激动心情，是当时身在遥远中国大明王朝的人们无法理解的。而这一切来自于利玛窦神父的日记。利玛窦被后人推崇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东西方文明成果于一身的巨人。在中国生活了28年的利玛窦，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利玛窦去世以后，他的追随者金尼格把他遗留下来的日记整理成册，并翻译成拉丁文出版。1615年，这本名叫《天主教远征中国史》的书轰动了整个欧洲，也正是这本书激起了亚当·沙尔内心对中国的向往。利玛窦信里头洋溢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这个文明的悠久、文化的博大、这国家的富饶、人民生活的安宁和幸福。他对中国文化虽然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基督信仰的文化，但他对中国文明的悠久还是有时候震撼的。这个金尼格在欧洲做了一个巡回的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然后呢，这个汤若望他们都是受到这个金尼格的这个讲演的感召，然后呢来到中国。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欧洲人已经习惯了接二连三的地理大发现，但是利玛窦的这本书让他们明白了，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发现，与其说是地理上的发现，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发现。它开启了另一扇文明的大门，里面是一个几乎令所有的欧洲人都为之神往的新世界。正如利玛窦在书中写到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1500年到1800年这段时间里面，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2个车轮，是主车轮，而欧洲是个辅助型的车轮。全世界1/2白银流入到中国来，持续了2.5个世纪。中国的 GDP 是世界第一，欧洲也没有办法跟中国抗衡。1618年4月的这一天，耶稣善信号驶离了里斯本港，向非洲的好望角进发。这正是整整40年前，利玛窦神父奔赴中国所走的航线。亚当·沙尔终于开始了期盼已久的中国之旅，而这旅途究竟会经历如何的风雨，要付出怎样的艰辛，却是这个对遥远中国充满向往的德国青年所没有料想到的。从此，这个年轻神父再也没有回过欧洲，更没有重归他的故乡科隆。他将在当时欧洲人充满幻想又难以想象的国度中国静度一生。 Father Shell, do you see the North Star? Yes. In Chinese, it's called the Ziwei Xing, and the Chinese believe it's directly above the imperial city, which is called the Zijin Chang. So you have the Lord of Heaven directly above the Lord of the Kingdom. The two must be in harmony
in order for there to be peace throughout the kingdom. It's fascinating, but how can you understand this mysterious nation? China. To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we have to spend years studying this vast country and its people. We have to learn their languages. We have to read their books.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hinese live. Only then will we truly know how to serve the people of China.承载着亚当沙尔的耶稣善心号的这次航行，将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伟大航行。它把欧洲文化的精英人物和图书文物再向中国。他们耶稣会特别重视科学文化的传播，特别重视这个书的作用，所以他在欧洲呢，就是收集书籍，拿到中国来。他带来什么？望远镜，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的仪器，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所凝聚起来的他们的所有的天文学的认识。在耶稣善心号的船舱里，堆积着大量的科学研究仪器和7000多本图书。这些图书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洲古典名著，以及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数量和规模甚至可以和罗马学院的藏书相媲美。据说，这些图书和仪器的价值当年就在10000金币以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7000本书，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打开眼界，放开眼界来看一看世界。所以我认为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是在明末的学术上起到这个作用的，就是一批西方的船。包括亚当沙尔在内的所有传教士都相信，只有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和学者，特别是皇帝的佩服和信服，才能更容易地进行交流，更容易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Father Shaw.I've thought of a Chinese name for you. My Chinese name? Yes. Come. Tang Ruo Wang. Tang Ruo Wang, Shen Fu.也许此时这个心情澎湃的德国青年并没有料想到，唐若望这个名字将伴随他一生，并取代他本来的名字，而他也即将在最早的那批巨人退场之后走上前台，成为历史的主演。17世纪的航海条件还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海上航行的死亡率非常高。
和汤若望同船航行的22个有志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有的在航行中病死，有的在中途港口遇难。西元1619年，在经过了近2年之久的海上漂泊之后，最终只有6人到达中国澳门。澳门，广东省香山县最南端的一个半岛，像一片叶子飘落在海上。这个南方小城当时已经租借给葡萄牙人，它是大明帝国连接西方的唯一窗口，也是罗马耶稣会在中国的大本营。汤若望无论如何也没有料想到，此时中国的福音事业一片黑暗。利玛窦的故事虽然在欧洲引发了空前的中国热，但是在东方，在利玛窦神父去世10年之后，汤若望看到自己的双脚仍旧站在当年利玛窦出发的地方。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朝廷中掌权的士大夫阶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不断地上书朝廷，指责这些到中国来的西洋人不安好心，图谋变乱，要求禁绝。结果就是把南京和北京的传教士驱逐回澳门，连那个允许利玛窦在北京常住、赐给利玛窦墓地的这个万历皇帝，都发了一个圣旨，就说把这些人让他们回澳门。初到澳门，汤若望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可以忍受2年的漂泊之苦，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无法平静地将自己安身于这片弹丸之地。但是他坚信，天主既然保佑自己能活着来到中国，也必然会给自己指点一条明路，而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放弃任何希望。驻留澳门的汤若望，在这里进修神学，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时刻等待着进入内地的机会。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3年，而给汤若望带来转机的，竟是与他的信仰格格不入的战争与火炮。战争始于几千里外的萨尔湖雪原，貌似强大的明帝国集中了18万精锐部队与不足6万人的满洲铁骑，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结果全军覆没。大明帝国的百年根基遭遇到前所未遇的重创，这场战争成为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